本在性感女神国标争霸赛特别企划，挑战斗牛以及恰恰，并深受评审青睐的蔡允杰，虽然有着科班的深厚舞蹈基础，但还是国标初学者的她，光是学习恰恰手部的摆放位置，就快让她吃不消。手不晃来晃去这件事情真的很难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舞风非常多旋转的东西，所以你自然而然你会想要用手去把你的重心搬回来。好，转正抓 ，and sweep， 手就抓来看，然后加上如果他的手不适时的把它固定在一个位置上面的话，他就会很难站得稳平衡。手来，手来开，去。那所以指令就很简单，就请他说，当分开没有牵手的时候，就看看他能不能注意说，把手放在他自己身体的旁边。我们在转圈，尤其是跟男生分开的时候，你手如果离开的时候，你就会随着身体这样摆来摆去，对吧？所以你要很习惯那抓着你的裙子，裙子的位置不是上面这边，是比较低的地方，拉着这个位置。这样子啊？先习惯，因为你有裙子，所以裙子的话可以先拉着。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，蔡允杰努力练习并修正错误，如此积极向上的精神，他是否有机会拿下今晚的 MVP 呢？谢谢王宗平、蔡允杰、李瑞阳。